鲍鱼、猫眼螺一锅炖。这个手破了哈，一抠又疼。哇，这后面是内脏，不好吃的，吃的时候抠掉。然后这个是牙齿，抠掉。膘肥肉厚，看着肉。这是一斤七八个头的大鲍鱼，看，太好了。这样红烧吃，或者是做鲍鱼粉丝，特别特别好啊。春天呢是鲍鱼最肥的季节，知道吧？然后现在的这个价格呢，也是一年当中也可以说是最便宜的吧。这大肉吃起来太过瘾了。然后再来个猫眼螺，疼。猫眼螺的肉啊，就是这里嚼劲比较大啊，牙口不好的话要用高压锅煮的。我们现在这个一斤七八个头的鲍鱼呢是158，20只，下单再送一把刷子，清洗鲍鱼的刷子啊，鲜活发货，又便宜又好吃，买它。